所以小大。那T 恤衫，我有三件 T 恤衫，可以请三个同学过来吗？辛迪、罗宁克，再请王涵娜过来，拿着。白色的还是蓝色的？你要白色的。
王子的白色啊，白色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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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白色的，你要蓝色的还是白色的？我要蓝色的，绿色的，白色的，蓝色的。我要蓝色的，我要啊，白色的，是的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看看看，这些是什么？衣服。衣服，什么衣服？T 恤衫，几件 T 恤衫？十二件，十二件 T 恤衫。这件什么颜色？橙色。这件呢？红色。咖啡色。来做一个练习啊，我请一个同学上来帮我，谁可以？辛迪过来帮我一下。我们要用这个照相机，可以看到吗？所以我们两个人会拿到一个信封。来，辛迪过来，打开。T 恤衫，小号的 T 恤衫，中号的 T 恤衫，大号的 T 恤衫。那我是 A， 辛迪是 B。 我问辛迪，你要小号的、中号的还是大号的？我要中号的。中号的。那打开，可以打开。那你要蓝色的、紫色的还是黄色的？我要蓝色的。给你 T 恤衫。好，辛迪，你现在问我，你要蓝色，你要小号的、中号的还是大号的？我要大号的。你要蓝色的还是你要白色的、黑红色的还是绿色的？我要粉红色的。好，给你。好，去，然后再说，懂不懂？懂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好，下面你们两个人一组说一说。你们两个人一组，然后李老师可以帮你一下。你们两个人一组，你们两个一组，你们两个一组。好，开始吧。是小号的、五号的、五色的亮。小大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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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中号的，大号，你要好，对，是大号，你要蓝色的，你要黄色的，黄色的，你要黄色的，你要蓝色的，还是有小号的，小号，大号，五色的，你要。你要大号的、中号的还是小号的？我要小号的。我要小号的。你要黑色的、咖啡色的、黑色的还是橙色的？你要粉色的。你要粉色的。好，给你。你要送黑色的。再来。橙色的。还是蓝色的，还是红色的，还是黄色的，还是红色的，
这儿，有吗？来，请麦珊娜和李如慈过来，拿着你的卡片，好吗？放回来，放回来，放回来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